水流。哇，现在他的领域可以慢慢的打开。哎，有哎，视野那么远哦。那我们先那个、啊、最少的看看。好，最少。好，就是关闭全家。关闭全家便利圈圈，关闭空岛，关闭麦圈狼，麦圈狼好多啊！麦圈狼是什么？关闭透天鼠，太多东西了吧？应该就是那个吧，就是地图里的那个。对，地图的东西，开启公园、嗯。我以为是上滑板，看看这样。好啊。嗯。所以都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来哦。我们就来随机看看谁是凋零王。加油，加油！又是我，绝对没问题。来，加油！中间有没有看到这把圣剑？点它吧，拔下来这里，拔下来。哎、欸，完全没玩过哎、欸，直接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啦、啊，绝对没问题啊！只要有信心，嗯、绝对有问题，没问题。所以想要干嘛、哦？风好多地方哦，鬼抓人、啊！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被关闭了啊！船呢、啊？没有木船、啊，全部都进不去了吗？因为都关起来了、啊。麦圈圈不能进，全家不能进。哦，麦圈圈是这个、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哦，这个哦，麦圈圈，麦圈圈。哦，还在圈当老。等一下，这里这样子能去的好少哦。对啊，让我们躲、啊。没什么地方可以躲哎、欸哦。可是对手是酱油，我们大家加油。哎、哦。等一下，可以上大楼吗？这是哪大楼？大楼啊！可以一起蹲着，一起蹲着，一起蹲着。治疗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去，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去。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去啊！对了，你有选职业吗？找人杀人。啊，你有些东西应该可以 Q 或 F 吧？公园，这是什么？看在干嘛？空间设施，点我也来一点。好了，不要什么效果？恶心。恶心效果，恶心效果，还好站很远。哎、欸，那我动实体耶，动实验啊，都要这样啊。呵呵，死路吗？外面开吗？外面完全没有开。杰克，杰克，杰克。哎、欸，我还是跑到你平方块去啊。哈，你还是跑到平方块去？哦，好多船，我拿到好多船了。哈，你在哪里？我出去了啦。你是在指定方块区就会有很多船、啊。我觉得刚那里很好，刚、哦、刚那里很好。我也觉得，我在等你们。我在这里。哎呀，干嘛？我从大楼走出来的、啊。干嘛啦？从大楼走出来的、啊。下面是三个不晓得什么。干嘛、啊？把他打死就对了，把他打死就对了。要把其他人杀死。哦，把一个杀死我们队了。音乐变了，我们只知道蹲了，只知道蹲了蹲。结果这样子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怎么开了？就打开就可以变这个模式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对对对，应该是爬行。隐约在哪？我刚看有一个、啊，走好多地方哦，这好无敌哦。你懂哎、欸？有问题按钮。对对对，有问题按钮。哎、欸，不要走到那了，那就爬起来了。这里好棒啊，可以开小组会议。下面有蜘蛛网哎、欸，可以互打吗？互打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蜘蛛网好像不行，蜘蛛网就不能动了。我们在这里。超好！白金要回来吗？没有，我跟巧克力在下水道玩。OK，OK，OK。跟你已经讲出来了，他找不到下水道在哪、啊？哦，这地图太复杂了。他在下水道太狂了啊！我跟你讲说，在有钱人家玩，你也不知道我在哪。有钱人家他也在哪？好多个有钱人。可以。人在哪里呀、啊？这里真超莫名的。新的吗？还上次有啊？新的，可能是新的，之前没来过。可能是新的，而且它设计就是可以这样走。啊，它是在这个方块上走路才加速、欸。哦，这个方块走会加速。对啊。因为这里看，那就一直绕这里啊，跟鬼玩躲猫猫啊。对啊。就算鬼来了也追不到啊！我们这游戏是不是真的变成躲猫猫游戏了？我看到人跑，不要这样，很吵，这样很吵，这样很吵，好像死路了，没了，我完全没有用到他的绿宝石，够了吧？我刚刚有买那个治疗药水啊！哦，啊，重点是绿宝石要增加，要打僵尸就太麻烦了，因为掉你没时间啊，太没有空打僵尸，而且装备也没有帮他打，要打超久。因为还找到其他人吗？啊、找不到啊！我们还把一堆地方给关闭了。对啊。哎呦！哇！哇！
欸，你有炸到杰克哎、欸，你有炸到杰克哎、欸！啊，你们怎么炸的、啊？不是、啊，我是摔到的，我是摔到的。哦、我怎么死了、啊？感谢你刚怎么被魔爆子弹也炸炸歪了？因为我刚在技能吗？摔到。OK OK， 这样有刚好发动技能，好像没地方去了。没有啊。嗯。哎、欸，是只能在中东大楼吗？没有啊。可以啊，你想你能走的都可以走啊。这里还有奇怪的地方哎、欸！不、yeah, 是我没办法离开这里啊！这是弹上去的吗？哎，嗯，你是没找到路啊？可是上去就没了，上来了，好可怕啊、哦！这里呢？这里呢？也是啊，我感觉是之前做机关的东西耶、欸！谁呀、啊？是谁啊？那这里好像可以再回来，我上去看看。好啊好啊。很、嗯、意外的，这里蛮好土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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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那边反而被找到了。小心小心小心。哦，知道。这样你的魔爆子弹会一直补充吗？会啊，会，我觉得会。啊、我刚刚一出去就看到降头。不怕哦。还有他看不到我们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。他的眼睛不是很好。嗯，哎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哇，有人，一定要爆炸声，下水道爆了，哦，下水道爆炸了，他没有来吗？没有看到，好可怕啊！他就在那个下水道上面啊，吓死我了！你不要乱扔啊！哎，真哎来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是，但他们不会来。他们傻乎乎，酱油自己人呐、啊！你在干嘛啦？你干嘛？为什么？他一直在炸鱼。原来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游戏规则，所以是就是你要帮我们，你要把杀他的队友啊，所以杀了会变朋友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对对。我不知道，汤姆达基一直炸，没事吧？原来不是看到敌人才炸吗？我看到人就炸啊，总是先炸再讲。哎呦，他们是不是在那个、啊、下面？对啊，你 OK 吗？那个地方刚刚看到名字，我看到了、啊，我们在下面，我们在下面。哦，好刺激哦！我的妈呀！因为这里有关闭一些其他地方啦，不然的话，这里其实可以通到其他地方。好了，小雨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你要离开这里是不是？我要离开了。哇，这下很大哎！哎，是刚是你摔到吗？是谁摔到？我没有。好紧张哦！我听到有人摔车呢、啊。我没有摔掉。反正他们没有追你哦。哦，我跑掉了。200。200在哪里？下面。因为刚刚其实我站起来，我爬下去，然后隐约站起来爬不下来。他跑。哦，我看到酱油啦。他们是不是？对。酱油东东希望。巧克力。会疼。不要啊，允月，你不要走，不痛不痛啊！痛会飞走，对，飞走。么么哒鸡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要离开这里，外面世界是不是吓死啦？你被我吓！不行，还有药水，还有药水，不行，这补不多，补不多。好爽！啊，又不行了，怎么可以？小哥，你不要走啊！就差一点点了。不要！一颗星，两颗星，幺零楼楼锤。哎，我撑超级久，这来回走很烦啊。杨洋，要不要出去玩？没关系的。哦，对啊，对，用百星扶过来。想干嘛？我按按钮，我看谁先出去啊！不要啦，不要，我们等15秒好了。哦，他真的还是有地方可以进大楼哎。一样的，对啊，应该都会出去。地毯下哦哦，植物好酷哦，这间屋子。踩着人头上来，出来，给我出来！要，还有十位找到人，找不到啦！你要在下面跑啦！在隔壁，杰克后面，太可惜了。没有，我刚从里面走过来的。地图走后面，这地图好大。对啊，关很多地方还是蛮大的啦。真的，刚刚我跟繁星一左一个左一个右，也太厉害了啦！结果林哥居然是来我这。
啊，酱油是没有过来是不是？我迷路了。很酱油，很酱油，可以。其实如果我们没有，所以你们是有看到我们就是从那下水道跑出来，是不是？刚刚巧克力你冒头啊，你冒头我就下去了、啊。Oh. 如果我们没有在那边蹦蹦跳跳，你看看应该就没事。看看你的头。太皮了，太皮了。第一次的时候就只有酱油，然后后来想说他们应该走了，然后就上去，两个都在那里，吓死了。在这边爆炸你喽！我刚才躲在小屋里面，团团一进来马上开门吓他，都吓死了，好爽啊！叫成那样，就是全开哦。我大吉了。啊，鬼要多一点吗？还是他没有，他就只能一个，就是一个啊。哦，他只要抓到才有办法变多。嗯 ，OK。天哪！我想这下水道我觉得更强，因为下水道刚刚一条路是因为其他地方都走不了。哦、嗯，现在都可以走啊！飞机，凋零风暴，哇，凋零王二零零啊！凋零，凋零2020，凋零20，凋零零，凋零零，来拔一下这个剑，拔剑哦！呀！我要去开发新地方了，还想躲在同个地方，我也要去到处跑跑。我要到处晃。哎呦，忍者龟哪里哪里？这里吧。刚零零零，声音怎么比较少啊？然后、啊、这里有什么？这里怎么就300？刚好是400。哇，有棒棒！我要买棒棒。我跟着小雨走，迷路了。哦、我不知道这里在哪里啊。我们要出来的路好可怕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下来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怎么乱放？好嘞，我就跳下去吧。好好好，是、欸、你、欸、跳下去回来了、欸，回来了哎、欸。他有更新是不是？去麦当当好了。他更新了。哇，但这里就没什么了。哎、欸，雕力王出动了。哦，是一直在上下吗？等一下，怎么办？我找不到地方躲。我也是找不到地方。怎么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是啥？哎、欸，是哪？吓死我了！这哪里啊？吓死我了！这哪里啊？欸哦、oh. ，你们去哪了？哎、欸，这种成就很霸气耶！魔物猎人，我在赚钱啊！他确定还是不能？棒啊！真的还是可以跳指令区耶！哇，很厉害！还是一样。那你跑去指令区吗？我掉下来了。你怎么弄枪？另一条路径，扣下反击。哦，但是酱油用电梯我就上来了。拿弩，然后是中毒箭矢。哎、欸，他把你拉上去。对，叫我把我拉上来了。欸、呀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完了，我拿不上来了。没办法嘞、欸，它的地真的是世界无敌大啊！嗯，真的。这里是哪里？20是拿弓的，20是拿弓的。哦，是啊，是。哦，这里没有叠的地方，我看一下。你小心点呀！你好危险啊！我也被你吓到了呀！会议室，哦，没来过会议室看，哎，我来过这边，我上次有。你太大胆了吧，洋洋！我对这没印象。没有，我刚刚不小心传一传就。会议室，好酷哦！这里跑过来，然后呢？干嘛？你看到了？你看到了？你进不来啊？啊、看到好不好？然后呢？我你看到我，我在偷窥你啊！咻咻咻！小雨快跑 ！Cookie 妈妈，谁 Mocky 妈妈 ？Cookie 妈妈啦 ！Mocky 妈妈是什么？你讲什么东西？还是 Mocky 妈妈 ？Mocky 妈妈 ，Mocky 妈妈，妹妹。他在这里，二零来了，二零要打到我了。二零碰我了，危险啊！杰克，你怎么在那里呀、啊？杰克，哎，杰克，看我这里！二零，不要想不开，在干嘛？我在底下，底下。二零，不要想不开。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在哪？后面，你后面，小雨，我后面。我摆了一个击退棒棒。你刚刚那个楼梯那边，楼梯那边。这么好的鸡腿，我往哪里才可以买得到啊？看远一点，楼梯看远一点。哦，看到了。为什么工商对话？各种奇怪地方呢？小雨加油，小雨加油！死掉了啦！哎呦！你这样不会跳死吗？等一下，他你小雨你干什么？小雨你干什么？小雨摔死了，我摔死了啦！小雨你干什么？小雨你干什么？小雨你干什么？没事。有事，
有事？没事啦。感觉好可怕。朋友而已啊。有没有杀鬼利器啊？没，你搞不好有啊，搞不好有。应该有哦。是什么地方？等一下有裸裸的感觉，好像有点难哎、欸。裸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被传中、哦？为什么？他那个触发好像有时候会这样。为什么？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个传送有问题啊！为什么？他传我，为什么传我？为什么传我？为什么传我？快一点！那你玩完快点！我刚刚不是，我也不是死，我在跑，我在很远的地方嘞、欸。等一下，罗伊森死掉了啦！传送、啊欸，我刚刚这个有躲到很棒的地方，他那个上下楼有 bug 啦。他有 对,、啊、对，他会那个啊！我刚把影月传过来，然后又按一按，把那个恶灵也传过来。我想说，哎，怎么中了传送？发生什么事？这么远、啊？你不要吓我，小雨，我被吓到了。我还在看那个，我还在看那